捷站，然后在台北高铁站等等呢，要搭车前往左营。今天的目的地呢是在屏东，要去体验一场蓝皮火车。那我们就出发吧。我的那个活动是12:45要在访寮大厅集合，但我的火车抵达时间有提早，是11:31，所以我打算在访寮这里吃午餐。刚刚搞定了我的午餐，基本上呢90元的鱼肚饭，分量我觉得是蛮足够的，是可以吃饱的。但是你问我好不好吃之类的话，就便当。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吃的话，我觉得刚刚那一间可以的，在访寮车站出来，走不到3分钟的路程就到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访寮车站，预计等45分的集合，出发。我刚刚呢已经完成报到的程序了，基本上只要把活动中的票然后给柜台的服务人员看，就可以拿到一个像这样子的纪念包，还有一个就是便当。
那个方位就是冰茂国中啊，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一个国中。像火车，那火车这首诗现在放在关山车站，那这首诗里面充满了比较年轻的那个哈、啊、年少的情怀，为各位朗诵这首诗哈、啊。火车一路剪开午后绸缎般的风景，而铁轨是滑落滚动的硬石，丈量着我更斜更远更深的心事。这写的是火车，尤其是哈台东人到了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遥远的，都要搭火车，那个搭火车的时候的心情啊，真的是哈错综复杂。离家的时候心情是百般的哈啊复杂，回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是哈啊载心载奔的感觉哈。刚刚呢已经结束了在金轮车站听许信龙老师介绍金轮以及分享他的诗作的小活动，现在呢又再回到了金轮车站。准备要搭3:40回程的南皮铁路，不是南皮铁路，什么南皮火车，然后要往枋寮方向前进。在回程的时候呢，在枋山车站停留约10分钟，大概是傍晚5点多的时候，所以在枋山车站下车的时候呢，刚好可以预见到这个超美的夕阳。枋寮的路上呢，除了会停留刚刚的枋山车站之外呢，也停留了这一个嘉路。据说嘉路站是最大的小站，然后这里因为叫嘉路站，所以他们卖的这个纪念车票，就是嘉路到东海啊，有嘉关进入福如东海的谐音，所以蛮多人来这里买纪念车票的。我刚刚回到了枋寮了，然后蓝皮火车南国慢读节的活动呢，一趟大概是5个小时，从12:45开始到现在6点。天都已经暗了，然后这一趟旅程呢，其实会拿到很多小小礼物，包含屏东县政府送的啦，还有南皮火车的小礼物等等。总之有拿有玩，然后又有吃。现在呢，我要慢慢的先往屏东火车站移动。今天的晚上的落脚处呢，会先住在我屏东的亲戚家，所以。先让我赶下车去跟他们会面，等等晚点再
跟大家分享我到底拿到了什么。那赶车喽！这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